包含老人家还把让全世界各民族宗教的文化传承下去，所以希望把汉字文言文推到什么？全世界不不忍心看到这么好的民族宗教文化断掉。莎士比亚离我们才两三百年，因为那是表音文字。 现在的人在看莎士比亚，就有一些是看不懂了。两三百年就有一部分看不懂了，再过一千年就完全看不懂了。所以现在四大古文明，包含汤比教授讲的，全世界有二十几个文明，现在只剩中国，其他那些看得懂吗？多可惜！哦，所以师傅的胸怀、啊。 而且你看师父，师傅他说：“我学习基督教，我是耶稣最虔诚的学生。我学习伊斯兰教，我是穆罕默德最虔诚的学生。”老人家都是真心讲出来的，所以老人家现在是各个宗教的护法呢。啊，希望。 汉学，尤其是这个表意的文言文啊，这个汉字能够成为全世界文化沉船的载体。师傅很有智慧啊！而且大家冷静去看呢、哦，任何一个宗教民族的文明，一接触到中华民族的文明。 都是相得益彰啊，一起提升，这很妙啊！所以真的是可以啊，兼容并蓄，啊，互相成长，互相成就，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见贤思齐呀。啊，大家看大乘佛法是哪里产生的？印度，结果传到中国来。 大乘佛法也向上提升，儒家、佛家都提升。伊斯兰教在印尼啊的整个呈现最明显。爪哇岛的伊斯兰教是郑和传过去的，它是融合了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，这个非常温和。 在整个印尼的最发展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爪哇，但苏门答腊呢，它那边离中东比较近，那个伊斯兰教是中东传过来的，那它是游牧民族啊，啊就像蒙古，哇，它是在马上生活啊，吃的都是肉啊这些东西，所以伊斯兰教在印尼的苏门答腊那里。 是从中东传过来，它就比较刚烈一点，那爪哇就比较温和，这不就又给我们证明啊？伊斯兰教融入了中华文化，它也是提升上去啊！所以这个看得出师傅的胸怀。 啊，所以这也是励志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。这一生应该做哪些事，才有价值？啊，劝发菩提新闻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人生可不能内无益于己，外无异于人，身于无异于时。 死无异于后，我们生子的时候一定要可以利益当前的众生。所以人这一生做什么事情，现在众生最需要的，你就去做那一件事。哎，其他各行各业也需要啊，但是不是最急迫的，而且也有人做。 可是你看，像师父这样长期讲经的、啊、太少了，其他宗教都还找不到啊，很少见呢、啊。所以师父还到了梵蒂冈，给天主教供养他一生的经历，希望天主教也重视讲经说法。然后呢，他们那有几百个教堂啊。 每个教堂都讲经啊，那梵蒂冈那小小的地方就全为全世界天主教的示范城了。师傅都把他一生的做出来的成果，不是理想哦，师傅都做了、哦。师傅在图恩巴已经建设一个宗教团结、多元文化团结的城市，所以师傅已经尽到他的力了。哦，那。 别人接不接受，那是别人的因缘跟福报。师傅不强求这个，但是他能做到的，他已经倾其所有去努力了。所以师傅很对得起我们了，又讲清楚，又表演透彻了，啊，师傅也对得起世界的众生了。那这个时候就师傅领进门。 修行要靠我们个人的，所以生要有益于时这个时代的人，死不能无益于后哦。所以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也是本分哦。我们要为后世着想啊。 曾经听师父讲经，说到一个人不能看一百年，不能做宰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不到远的地方，他现在做的决策，当下好像有利益，可是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刘逼就出来了。他是好心做了坏事，我们不能不学这个智慧 自谓行持，《了凡四训》讲，起之造孽啊？自己觉得是干好事啊，啊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有一段话，要成为我们做事的判断。不论现行，而论流弊，你不能只看眼前，要看到后面的副作用有没有。 啊，现在都是症状解啊，最后慢慢问题更复杂。现在不管是教育也好，医学也好，管理也好，全部都是症状在解除，最后问题更大。因为人太急于要把问题表象解决掉，没有看到根本，没有从自己的。 身身上先下功，好。所以了凡四训讲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。啊，这段话对我们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要积功累德，往生做佛啊。 啊，那要得积功累德，不能好心做坏事了。啊，所以做任何事要有前后眼，啊，以前人为借鉴、为榜样，然后为后世的人长远着想。所以师傅的志愿还有一个。 续编群书制药啊，是吧？哎，这是往后汉学院毕业的学长啊，要共同扛起的责任了、啊，给后世一个最精华的一部经典啊！因为群书制药啊。 是晋朝以前的这些古籍啊，晋朝以后还有很多好东西啊，像《资治通鉴》这么好，它是宋朝才出来的。好、啊，这续编群书志要、哦，这为后世着想，这是师傅的志愿，也是我们的志愿，是吧？哎，甚至于我们觉得我要提升的更快。 做得更好啊！别让，帮老人家分忧解劳，还有红衣大师，他用他的书法写了很多墨宝，都是经典上的啊。其中有一句呢，应该是《格言别录》里面的，也很启发我们。 这个格言提到：“以慎重之行立身，则道丰日远。”这个黑板要开张了啊！哎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现在自己。 啊，以至于我们的团队建立起来的学风道风啊，可以影响多深远，这就是我们自我的体期许。好，我们一想江西庐山慧远大师，你看他的成就到现在还很有影响。他们结庐念佛，求生净土。 一个都不能少哦，所有的参与的全部成就呢，一百二十三人。哦，讲到这里，当下有想到另外一句格言，也是弘一大师的墨宝写的，写到什么？不让古人是为有志。 好，这句也写一下哈。不让今人是为无量，就是古圣先贤、祖师大德呢，给我们很好的榜样。我们当仁不让于师啊，所以我们也不不让古人专美于前。 啊，我们能青出于蓝，这是有志气。啊，所有的祖师大德，所有的善知识，没有绝对没有说，啊，我底下的人都不如我，我很高兴，不会的。他们希望，老法师希望我们个个超过他，那是他最高兴的。父母跟师长是不会嫉妒我们的成就。 而唯有我们有这样的志气，很努力的去做，才会不辜负他们的教导。不让惊人是谓无量，就是没有度量。啊，你眼前一起学习的人，他表现好一点，你就有点吃醋了，就有点嫉妒了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运气好而已。这就是没有度量了。 好，那我们想起慧远大师啊，他就是以慎重之行立身，则道丰日远。好，那我们英国汉学院以后，大家学有所成啊，到世界弘扬汉学啊，最后往生的人设定目标要超过一百二十三个人。OK。 <laughs> 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